下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一个大型街舞竞技节目。一天后，作为队长之一的王一博将通过一段队长大秀决出他在节目中的第一个重要名次。这些都是可以三到四。我想看他看他们看到他们转的。啊、oh, okay. 好的好的，我们快点快点。五五六七八啊，转了。被拍多了也会明白一些拍摄手法，对于最终的呈现效果，王一博经常能贡献自己的智慧。就只是最后镜头就是动是从近，然后稍微拉到全身的。OK、o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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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那个都听那个嗨，啊，我们再学。继续准备。现在有点开始有点近了，对，但是也给他尝试一下。为了配合摄影师找到最佳效果，他和舞伴们至少跳了四遍。排练完，他还打算继续再练一会儿。队长大秀还是比较想赢的，因为是我在做的东西，所以说可能就会看得稍微重一点。我喜欢塔顶，塔顶看的，我喜欢用身体。四点左右，四点六点要到三点半吧。我们过来多久？我们过来半小时。反正开录之前是有彩排的时间嘛，对吧？对，肯定还要再走两。我看一点半能不能到这儿，咱们一点半。明天就要登台了，但感冒还不见好转。这世界很酷。